Thank you.
谢谢我们现场四位朋友热情的掌声，谢谢来自我们印尼女子乐团带来精彩的一个演出。我们要再次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呢，别忘了在明天以及后天他们还会带来两场的一个表演哦，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来欣赏精彩的一个表演。那么接下来小瑞也要预告一下，我们稍后七点在我们的水上剧场有精彩的表演要献上的是来自我们大国水上剧场乌托邦剧团带来的精彩演出。